啊，这个就盖太远了，他们有时候会侦测不到。哎，也不对啊，这也没有很远呢，为什么不会看这个？嗯？啊，白痴哦，这个啦，好了，来，不要客气，过去看，过去看，过去，过去，稍微改一下哈。啊，对啦，我要带铁巨人上来。下，哪有？有啊，这样盖稍微有点成就感了啦。是没人打字了吗？看一下哦，一、二，一格、两格，有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没人打字了吗？聊天室坏掉了吗？还是我断了？我的聊天室是人打字，没有哎、欸，我看到就优越打说什么，我看37，有。我现在看到就是我打完123123之后，前面是优越打37，没错吧？就优越打完之后就没人打字了吧？
我现在很担心啊！天哪，我不要出状况啊！很不想去回报，很懒啊！晚点要搬铁巨人过来，所以我们要去种南瓜，要把这个麻烦的史莱姆引去用仙人掌啊！没看到你打一二三，哎呀，我知道我有打就好了。为什么会卡这里呀、啊？再往前一步不好吗？嗯，莫阳安。多吗？今天没补习可以去看了啊！我等一下还是要休息一下下。今天下午头脑用的有点多啊，脑容量不够。和平。特地绕过去啊，这颗不好踩吗？欸，都一样啊。在那边，哎，啊，麻烦哦。是啊，就开到等一下看完首播就关一下台了。啊，
看来不能这样放，要再隔一隔，然后放个压力板，地板门啊，这样要漏画漏斗。哇！干，吓死了！然后我脚去拉到，好痛！哦，啊，这样就好，没怪就好没效率了。觉得很好笑，每次看到觉得很好笑。来来来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为什么有时候不太会跳啊？奇妙。对啊，格数够高啊。哎咻！等一下休息以后一样七点开台啊。哦，反正今天可以盖很多东西耶。被这样一搞，整个身心疲惫。就这个很可爱吗？这样子跳，是不是因为这是 1.5 格高、2.5 格高，所以他们不太会跳？会啊，跳一下吗？像昨天就是边盖这个海龟蛋，然后边在打凋零骷髅，就打一打打一打，一直狂喷头。但是你要找到原因啊，什么原因？你是说不能开台的原因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就是弄了另外一个串流，然后也不行，就是我要在网页上再点一个开始直播就 OK 了。很奇妙，
你是说猪人卡住吗？还是说那个串流卡住？哦，那个猪人会卡在这边，原因很简单啊，就是他们有时候都是踩在这个一点点啊，就是卡在这边呢、啊，因为这个还是有个厚度在啊。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这边就讲了、啊，这边再挖掉，然后再放地板门啊。哦 ，OBS 哦，白痴哦。我有去问那个内部的人呢、啊，他们说也没有人遇到，哎呦喂啊，也没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啊。感谢刚刚不知道什么声音，秀秀又除了，你好棒！所以那声音到底是什么？有时候都没出现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，那个轻松生存，没有回血，去地狱不是死很惨吗？又凋零又烧。每次看你走在那个电锯上面，都想象你在扣血。我原本以为这会扣血啊，而且拿来如果当生怪那个生怪塔的那个下面应该也很棒，而且感觉那个女巫的话就没办法啦，女巫会喝抗火药水嘛，所以不能用汤匙的。但是如果用放这个的话，应该可以割伤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再打一颗头我们就回去吧。那一颗头，